哎，赵信这个英雄，冲火炮控大补。还有8分钟开奖啊！现在一个小厨娘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谢谢小西瓜的金三叔。正在觅食，拿俩包女儿。刚才有老板送了很多麻辣烫。控大是吧？那不行。不要就纯右，什么纯右？不的，赵信出科技枪，出水银。我决定科技枪、水银再加个，哎呦啊！我要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这咋整啊呢？我应该买个盖轮，买个，我应该买个黄纸好了，我应该买黄纸的。哎，这轮啥都想要咋整啊？能不能给点钱儿？这轮应该是给钱儿了，我跟你们说，应该是给钱儿了。这轮肯定是给钱儿。那万一给我个卡特咋整啊？卡特黄纸就不要了先。感谢孙悟空蓝莲汉，谢谢。快点拿！看我神威，无坚不摧。可以，先给盖伦来个春哥。这就是他们的本事。我们要不要升级呀、啊？升了得了，要我说，升级打连胜，这不得升吗？这。不升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你知道吧？三国就得升，前期就得开升。哎，阿卡丽来了，来陪我玩玩。前期来个阿卡丽，我们就无敌。一会儿给个三国的盖伦或者是包女儿啊，都可以。同等质量的三国连猩红之月都打不过，那肯定同等质量的那能一样吗？但三国不同质量啊，三国你不得连胜有钱加上那个升三星卡特跟那个神阿卡那跟那个赵信嘛，感谢孙悟空蓝莲汉的鱼丸出面。谢，现在还没出东西啊，兄弟们，谢谢孙悟空蓝莲汉。3块，4、5、6、7、8、9，这波赢了就把这几个都卖了啊，让他先服娃给我去下去。呀，他怎么的呀？他三福星啊，现在就三福星，你能赢啊？你能赢我就吃屎，我就直接我就卖了。
你三福星你还想赢？你跟我俩搁这开玩笑的是不是？不过它质量确实还可以啊，差点让你给我赢了，但那也是差点。直播间有500块现金红包啊！现在有8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孙悟空、蓝莲汉老板已经送了挺多个麻辣烫、鱼丸出面了，但是还没有出东西。大家可以试试能不能一发入魂。这有人要吗？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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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拿个魔抗着，合个水银，要不也没啥合的，先给卡特合个水银吧。阿卡丽先撤一手，升五啊！哎，有道理哈，升五。升五就都能上了，打连胜。哎呦哇，这波行啊，兄弟，这波不升打连胜好像不行。盖伦也太少了，哎，一个盖伦也没有。这波不升五还真就不一定能打得过。升五可能都不一定能打得过，这亚索穴位是有点猛。我操了，我升五级没打过，哎呀我吐了，这怎么能没打赢呢？这也太垃圾了。我如果这个凯南我拿了，我们现在将会一直连胜。我这凯南拿了就可以一直赢，我跟你们说。但是我拿不拿这是个问题。这谁家电钻子，天。还有1分钟开奖啊。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还没有出任何的东西，大家可以试试能不能一发入魂啊。不拿了，我这边赢了我就不拿了。一直赢那你拿呀，可以一直赢，但是拿了容易刷不来别的，就比较的烦。到底拿不拿这是个问题。谢谢终将笑冷手，还有20秒啊，还没出东西。感谢彩虹糖。越南不用拿，这个猎人无所谓的。不会吧，不是铲子吧？这不又93国了吗？哎呦，大剑可以，再给个大棒子，谢谢，赶快退下，我要装逼 ，nice 啊！你赵三哥人呢？三哥哪去了？三哥你要不来，我可给卡特了啊！我最后再等你一回合。你如果再不来，我就给卡特了。
他有个劫。断我连胜。我就想玩一把那个赵信 C 的三国，我不想玩卡特 C 的三国，我玩好几把卡特了都。我就想要个赵信，我们就等一等赵信吧，等个天选赵信，能等来咱就玩，等不来就算了。反正我血也多，这也不是啥打分的，咱们非得要赢，我就想玩把赵信。上六啊，上六没必要，拉倒吧。呀，他有赵信了。我扎死他，漂亮！黄子下了，上阿卡丽没属性啊。没有属性啊，那阿卡丽650滴血，黄子1300多滴血，老差1块钱，能不能让我赢这轮？这轮能不能让我赢？什么能和三国？明白了，我已经明白了。我觉得卡特先给个水银可以。哎呦，来一拳，农夫三拳，有点甜。魔抗赵信可以要，不要，不可以要，我们要三国 buff。 来个腰带。谢谢，不客气。三国狼人，还有没有厉害点的三国英雄了？关键这盖伦就一个，还能玩了不？这盖伦啊，他这亚索是真猛。又是这小子，哎呦我操！又是这小子，我又没打过这小子。
老是他，他第一名可烦人了，整的给我整个满级半的。你给我掏死他！这劫可劫不治你啊，这劫，这劫可老治你了。好多盾呢，这劫也不行啊。哎呦我操，打不动。先升级，升到七，上个老母狙，找个三国呀，找个三国赵信最好是，直接给个三国赵信，我就起飞了。我这科技枪还给他留着呢，留这么半天了。还有这盖伦，就永远就一个呗，就一开始就给一个。我选秀拿的还是，然后到后边一个盖伦也没有，不知道拥护啥。我直接给他升了。来了，迅哥，来了，迅哥。哎呦，我操！龙刀帽子，卡特上龙刀帽子可太猛了。我给永恩上个三国霸，行不行？三国永恩行不行？这怎么不动了呢？啥玩意儿呢啊这？哎呀，我再递一个赵信吧，卡特也行。哎。你们说是三国永恩厉害点儿，还是三国晋夫厉害点儿？晋夫吧，刷新一下，找个卡特出来。盖伦来了，阿卡丽不要了。给个赵信吧，不行，我必须得赵信 C 这把，信哥给我 C 起来，给我 C 起来，赵信，我最后一递，你要是我的好兄弟，算了，我不递了。给卡特不给我这把就玩赵信。我们九三国赵信，要不我早就给卡特装备了。我要玩卡特，我早就给他了。其实，我还等到现在呀。信哥，能不能动一下？你信哥这一个 R 打人怎么不掉血呢？
我锤死他！有个腰带禁夫被选了。大棒子没了，那大棒子没，我只能拿大剑了，要不然就全套了。拿个腰，拿个锁子甲吧呢，他没办法。能不能给个三国那啥呀？天选之人呢？管他给哪个呢？都可以呀。但我们现在还差一个，差个鸡，差个老母鸡，直接给我个天选之人的这个老母鸡啊，不对，大公鸡。哎呦，这金克斯这么猛啊！很可惜被我拽死了。这禁夫也挺猛的呀，操，差一点儿。差一点儿，就差一点点儿，把这个羁绊给我换到上面来就好了，差一点点。拿吧，拿它干啥呀？不，我拿它干啥呀？拿的话也得有用啊，没有用啊这。哎呀，你迅哥大招没打出来。老弟，别在这演戏了。真能演呢。这波打完正好我赵信还能加点血，加点法强，还射体也能加点。先给个大棒啊，再给个拳套，可以。跟我的想象没啥出入，跟我想的差不太多。给你吧，拿日炎玩一玩。我们升到八，升完八，然后把赵信跟那个卡特给他递到三。今天运气还行啊，今天运气稍微还行那么一点吧，还行一点点也就。信哥，给我把这瑞文杀了，漂亮。
个赵信快点儿的。小破赵信这么难找，天！一星赵信属实是不行啊，属实是差点意思。转起来，卡特！哎呦我操，这刀锋被扎死了！进夫，进夫有点垃圾呀、啊。哎，这也不对呀、啊！他造成目标 53% 最大生命值魔法伤害，我咋没看见 53% 最大魔法伤害呢？不是最大生命值魔法伤害呢？那感觉就打了 10%。你也三国呀？这是卡特对决呗？哎呦我操！进夫，给我杀他！866。哦，明白了，他得先去仰卧起坐，第二回的砸才猛，是吧？明白了。这就直接来个赵信得了，完事还能有个重装战士，是不是？加点护甲啥的，给了得了。科技枪本来也能要的，但是让人拿了。操了，早知道不要了，要那春哥好了。上阿卡丽得了。好，俊夫来了，给我锤死了。这家伙你是。能不能直接来个天选赵信就拿下了？这就我上个哈子。哎呦我操，不是吧，哈子能升二啊？我不信。你往那边抱啊啊！哎呦我操！我他这小法师删了，我打那小法师都不掉血。哎，赵信为啥没回蓝啊？赵信啊！
坠落了，从天坠落，法宝。看我神威，无坚不摧。我得需要一个天选，还需要一个黄鸡，就能九三国了。现在没有，现在六个，而且赵信也没删。给卡特就行了，这个。黄鸡来了，黄鸡来了，可是正在觅食。我闻到的是恐惧吗？不行啊，黄鸡来呀，黄鸡来少一个呀，少个天选呢，再递一下，再递一下。哎，我靠了，窝里克。他俩卡特，两个赵信，你信爷要是能升到三可老猛，真的，我这一个大甩就死一个。要人命啊！妈的，全是对儿，我操！差一赵信，俩卡特，一个俊夫，一个蛤子，加上一个两个黄鸡，还有一个这个天选三国。天哪！别掉我太多血，下轮让我活下来行不行？能不能下轮让我活一波？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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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给我来一个，现在我们就只能赌瞎子，把瞎子撇了，把这个先升了，好，三星赵信，上个黄鸡，别打这三星小法师就行，完了，肯定打这小法师，操了，这个怎么整？让你们看看这赵信啊，让你们看看这赵信，看好了，看好了，你信哥的虚区看好了啊、yeah! 别急，小法师也是个臭弟弟，只要你信哥甩出来他就是个屁。你信哥被小法师秒了，别死，操了，没打出来，甩出来就是他死，没甩出来让小法师给秒了。咱小马删的太早了，如果甩出来小法师死，没甩出来赵信死。